现在是4月9日的上午，我所在的位置是台岛以东海域，在我目视距离大约5海里处是台湾地区的宜阳舰，我所在的东部战区海军徐州舰正实施战术动作，向其机动接近。这次打击演练，我们完全依照实案组织，着眼提高火力快反和精准毁伤，全面检验武器装备实战运用中的新打法、新战法。各架注意，各架注意，限定你们于00时15分00秒。我们紧盯，随时能战，准时发射，有效毁伤，核心能力标准，弹在架上，蓄势待发，有信心，有底气，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，坚决完成作战任务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企图。